是不是第一次？对，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去世界了。完了，在这就是在这次之前，我对这个音乐还没有。有很多感觉，就因为就是说到橄榄球，我就会想到就一层叠一层铺上去那种，就很多你在电影里面会看到的，就大家穿的很好看，装备齐全，然后戴着头盔，然后再穿，但好像就成为了一个现在年轻人我不了解的一种社交方式，就像接飞盘一样。所以今天让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接轨一下吧，不要在 NFT 啦，不要在房间里面待着啦，就出来玩一下吧。耶，帮我拍两张照。可以。我觉得我比较适合玩 Switch 上的游戏，我觉得都是一些很陌生的面孔，虽然可能刚开始觉得有点尴尬，但是我觉得一旦玩起来了之后，就是都是一些陌生的人，然后大家因为运动起来，然后大家都变得会能量更高，我觉得我就不会那么尴尬了，也是一个对我来说难得的体验。